Thank you.
哎呀，讲的。上次我一句我就写八字了。好，好来，我们师兄师姐。好，我给你们男左女右。一次就好了。
是是怎样？我是发癫啊！我是白天哦，对啊，没啥子的，啥子嘛？我安尼就来，这啊，我这讲起都是三十了，这七十。好好，我给你。啊，你我怎么讲？考金队歌台中后里天元修道院，台中古风洪天宫，台中洪元圣寿宫，台中外埔圣天子元叫天宫，彰化秀水武吉洪天宫，台中后里德文宫，彰化武吉玉华宫，新店殿北宣定慈观业，南投六国永泉寺，台南六甲北极植物地。台南半岛金陵堂，台北三重自信宫，贵宾有咱苗栗三金丰益、丰祥益民，以及咱南庄祥飞十五镇，由教练刘前健所带领成员有16个人，身心台电电舞110个人，一同前来北巡两天。传播与开展无极遥极。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弘扬母道教理，发扬灵性修持，传授精进修道宗教文化交流科仪活动。来做客的神尊有开坛圣王、龙华湾水太祖庙公、布吉诺庙、九天道庙、世公上师、灵吉法器道佛。天神天妃准备了圣花、圣果、水、葡萄糖、糖果、彩票，以及美芳、山顶海面、云秀、苏文一方，天神天妃，祈求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家进步享太平，祈求北顺两江会中可以活动，人员出人平安顺利，万万成功。林一林一心，五常精神，一代英勇，天和为王，幽冥诸雄为义八方，帝君为灵，中医神勇，武圣中医万民愿，武极青天，万圣帝君万世敬仰。来请着咱天山林苑见面会，咱的王道长陈德来因带宝剑，请。长眉。哦，都来正气传天性啊！天音教化五天庭啊，自然显化是天意啊！关圣帝君开灵旗啊，应作开元显灵啊！西王金庙到处游啊，正法正天本性啊，开元众神尊神啊，天佑自然开发智啊！灵元大化一天机，请全体也来向咱中医人关心对方，左右护法神，中华万岁，移动神君，齐天大神顶神明，来行三敬礼，敬礼，再敬礼，三敬礼，请进香。
你的天国帮我插来。好。敬献礼品，咱列车的天山林王金庙的咱创始会王道者承德，以及咱天官林王金庙的理事长陈天华，以及咱台中后里黄浦江、台南北极金富地，以及咱新竹电白泉电子工业、外埔新天机关杨明江，以及咱三义弘扬一品，以及咱中。咱的贵宾啊，中医等啊，咱的总干事吴通啊，来敬献礼品啊，来请咱的热心啊，来观众礼品。齐眉顶礼，献礼，再献礼，三献礼，陈萨，请你去收礼品。感谢你申请就位，恭读素文，恭请着咱中华文化天山林马基庙的咱的理事长陈天华啊来恭读素文，请跪下。顶文，恭请玉皇大帝尊、文化医方代表请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南无道士，本尊圣驾慈悲，平安。中华佛教天山灵王庙的有创始会长黄承德道长，理事长陈琼华，副理事长陈世威蔡元，常务监事李慧珍，总干事赖东庄帅亮，各强敌全体会员代表票110个，强敌57间，以中旗吉利承诺，桃园大溪中义长乡关圣帝君文武百官组合圣驾会联参修敬礼表示恭祝大溪中义长乡会平安，首尾献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祈求全体成员道业精进，人生提高提升，家庭圆满，事业顺利，社会和谐，心想事成。再祈求您请一路平安圆满。中华佛教天山灵王庙庙会创始会长黄承德，理事长陈琼华，会址台中市后里区竹南里。天文世祖，八宝年5月21日吉时上天，一敬礼，再敬礼，三敬礼，感恩礼谢。好，感谢我们各位，昨天再连399秀，请各位边人帮我跳，可以，拜。请求手，再求手，六求手，请求手。
三拜，请跪。叫手，三个叫手，我叫手，请高声。内神。啊，咱所有的啊，就是你们每位咱师兄师姐，大家辛苦啊！爷啊，你家又滚到。啊，咱十一点要站对面，咱的对面十一点，嘿，咱直接行过去就好。啊，来，啊，咱来，咱直接来掌声着，咱中医的，咱总干事吴文通，啊，来，啊，请着伊来甲咱讲几句话，来，大家热烈掌声。啊，我们有欢迎哈，人山人海。杨明，因为食饮料，加点酒。啊，欢迎哦！这大众好礼，天山人员金宝会，理事长，还有各种大事业的同志，啊，现在。即系主持人哦，啊！即系师兄师姐哦，啊欢迎来恭喜大家！啊，我代表恭喜这个观音委员会哦，我是主委，因为公司较无，所以我我到前来甲大家打下招呼。我代表恭喜这个同志，啊，我做干事，啊，我更多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哦。啊，我了有准备这个两个哦，啊，无大家听一下两个。感谢Stop!
拜托拜托。来。这是你们秘书的哦，哇，很帅！